中秋节快到了，由于刚好遇到基隆市议会大会开议，因此今天早上在基隆市军人服务站安排下，特地邀请各军种驻基隆部队代表到市政府接受市长以及议长的进军活动，致赠加菜金，慰勉官兵的辛劳。市长张通龙和议长黄锦泰逐一致赠加菜金给15个驻基隆各军种部队代表，感谢他们保家卫国，也协助处理基隆市地方紧急事情的辛劳，预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向我们各位长官，我们各驻军的各位首长表达最高的敬意跟谢意。我们也在最近关于我们保钓的事件，这个海巡署啊，包括海岸，包括岸，这个海巡、岸巡的都非常辛苦，也对我们渔民啊的一个关心。那么大家在这段时间，渔民在海上作业都能够很平安、很顺遂。我们基隆市议会啊，对相关的绕军进军活动，我们也是从来不缺席的，就代表我们军爱民、民进军哦，大家都是军民一家的精神。那借这个机会，祝福我们今天所有的好朋友。我们各界的首长，大家中秋佳节快乐。记者吴俊松采访报道。